欢团集拿到家，巴掌，小巴掌，巴掌。大声来喊！巴掌，小巴掌，好个，啊，小巴掌，啊，贵点吧，啊，多谢多谢，来，谢谢，花先生，行李点都交给我。巴掌，小巴掌，啊。头家，咱买肉粽。啊，哎，几两？一两就好啊。一两哦，哈。老细，一升啦。一升哦。啊，你那哈暗暝那还袂困呐？人拄下班呐。哦，好好。嗯。有闲来看阮遐坐啦，哈。哎。啊！这时尚，这查甫，我再看无啦。这暗在下班，我当时去创啥会啊？马掌，小马掌，马掌，小的马掌。小巴掌，小巴掌！啊，我知影啦，我是鬼啦，伊看无我啦，我是林头姐啦，拿刀子啦。看无我，我来想一个办法。我小巴掌，巴掌。一步叫啥子紧？看边啊！马掌啊，直接放掉啦！哎呦，那样衰啦，徛伫遮啦！我一定袂用你，你就卖衰。哎呦，天啦，放掉啦，放下你啦！哎呦，滚狗啦！牛逼啦！巴掌，真无礼貌呢！小巴掌，卖巴掌啊吼！吼，你唔知影死啊吼！我是鬼呢，你安尼甲我创治哦吼！吼，你该死，你该死！我即摆甲你顶顶去恁家，你就再死啊！再死！你出牌牙，我用走就算了。啊！哦，这生理有影歹做。哎呦，化规工化到脑拢发炎啊！哎，我那天水头都给人放尿了，啊，今摆我讲我去洗面啦，好，你该死，你该死，等一下我入去吼，好，你就该死啊！啊，做这个唔正生理啊，啊，那好规工啊！哎呦，那是赚到偌济钱啦！无做阁袂用你啦，无通食啦，吼、哦！两块三块碗，三块六，啊，可怜啊！啊，看这个做这个唔正生意，看要做我当时才出头天啊！无嘛加点啊钱咧。咱老帮啊，哎呦，今仔袂记分肉呢，哎呦，真是有倒着。
过。够水啦！哎呦，好人放尿，好人放屁，我好人拍面啦！哦，尿尿啊！我来遮，一定拍无我。这蠓啊，这路卡蠓啊，好贵。贵面啊，你同人。哦，你个蛋！哎呦，你那骂声啊！我都是手那骂声。哦，我那遐水啦。啊，这蠓啊，你较济啊！啊，别人看我变哪群好。啊！这蠓我若无甲赶赶拍拍吼，我真正用啊，我就免困啊。啊！啊，到时阵有影吼，哎呦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这样哇，是鬼啦！你看无我啦？我吼一定爱想一个办法，是安怎爱让伊知影是我，让伊看会着我。我想着，我想着。吸人气，吸人气，伊就看我啊！啊！机会来啊，机会来啊！啊！没关系。哎呀，真忝，有影爱困啊！来了来了！啊，好诶，无分我啊，这若这若无分我，安尼困危险。你阿妈咧人？啊！今日要叫伊，搁叫我袂记哩。啊！呾害啊！呾害啊！啊！我袂晓倒。啊！呾袂晓食，我着真是去枵巴肚啊！是看我家己有肉粽无？去遐肉粽加点仔食，血喷花再来困。哎呦！啊！哎呦！我吸到屁啦！哎呦！那是骨头。唔怪都无食番薯，哪个烦啊？哪只油滴着啦？吓一个啦！你擦擦擦擦擦！我不是啦！无你三更半夜你三红我才冲啦！我要甲你买肉粽。你话你是当作我啥？叫人家是来阮家咧演潮的哦！啊，无要唱你嘛唱一个较好听，唱一万歌。我小查某，你三更半暝来这咧，敢要吓惊？哈！你规气讲较紧嘞，讲较紧嘞，有啥物代志？来就是摇啦，说哪里来这个来，就刚刚来这个摇摇摇。擘开啦！你讲擘开。我去甲你买肉粽啦。好，你查某奇怪。我咧前暗头我就开始安尼卖到三更半暝，大街小巷咧大声细声安尼喊，你唔教我买，我收大灯的厝，你才约来阮家要甲买肉粽。嘿啦。买几粒啦？一粒啦。一粒米也好半工。嗯，一粒，嗯，哎呦，五仙啦。啊，五仙哦。系啦。啊好啦，好，唔免走啦。这若鸡仔路咧卖卖一仙来，阮家爱卖五仙。哦，对啊对啊，头拄啊我看到一个少年咧，甲你卖，你卖伊一仙，你是安怎爱算我迄个五仙？迄无同款，伊迄款的是算今仔日现做现卖，算较俗。啊，我这个咧。啊，你这顶个月做的。啊，顶个月做的哦。嗯啊，顶个月做为什么爱较贵？当然爱较贵啊！哦，嗯，啊，我这卖无出去，转来我都爱搁烫，爱搁再溜。哦，工爱钱啊要？哎呀，啊，迄个火爱钱啊要？哎呀，啊，当然爱算较贵一粒五仙啊。哦，安尼哦。嘿啦。啊，无好安尼啦，哎。啊，我也无好走，你摕一股啦。免走，免走，互你，拢互你，嘿嘿嘿。哦，你搁搁倒出去无？好好好。这。好食哦。当然好食啦。这无问题啦，这吼我逐工拢汤过，拢流过，你免惊讲食了会歹巴肚的啦。好好好，嘿啦，你若惊吼，你嘛还枵鬼好无啦？你若惊吼，我先吃你。哦，你先吃我。嘿啊，你算讲你有这步好我嘛对。嘿呀嘿呀。啊，我先吃你。这为着吼对客户的这个保证吼，这我个人我敢做，对我家己产品我绝对有迄个信心。好，是是。嘿，你来看嘛，这个球底底好食，干来看看这个色水你就知。好好。嗯嗯。啊。袂歹。嗯。康熙哦，康熙真好食啦。你知影，迄肉粽是安怎用糯米来做？你知影？糯米本身较有粒味些，较黏。啊，你看即摆人迄披萨有无？迄披萨食到到咧死，空啊，整个拢掉，崩崩掉，崩崩。你看咧啊，迄个是我煮的啊。哦，安尼叫。我这肉粽都料真济。当然啊，好食。
的分卡。哎，啊，还有，我这只是八道啊！哎呦，八道姐，八道姐，哎，别说几道，别说几道，别说我别来，哎，别说别啊，别说别啊，啊，无啦无啦，这不是别说，哎，哎，别说，哎，哎，我先来，我来，哎哎哎，你嘛拜托，别说是我的，你搞我手。唔好教我赶，来，啊爱着你。唔免啦，我丢起你啊啦。哇，你唔是准时哦，你有流出来啊？流鼻血啊？哎呦，医生哥。我是真有够衰啦，我真的这样倒霉鬼啦。吼，你这个卖肉肠啊，你该死啊，你该死啊，我一定要给你报仇。看，这鬼哪有什么通好看啦？我叫你出去看，你有听吗？出去。哦。啊！我叫你出去，你敢惊着一下哦？啊，无你搁叫我看鬼，我吓惊鬼，吓鬼吓鬼啊！那什么代志啊？大细声嚷个呢？阿鬼。娘娘。我跟你讲，你到底要看吗？啊！鬼啊！鬼！鬼鬼鬼鬼鬼鬼，世间到底有鬼无？明仔载继续收看精彩，拿刀子啊！